Corefon 公司于70年代中期诞生于意大利的汽车城都灵市。2007年，公司迎来了其成立30周年的庆典。该公司是一家专为冶炼厂，如铸铁厂、钢厂及铝厂提供耐火、耐高温涂层产品的生产销售公司。长期以来，公司凭借其对所掌握的美国著名公司如 Theme Corporation Corpus Broaden EHA International 等的独家技术的运用，已迅速成长为国内和国际市场中该技术领域的佼佼者。公司的经营战略是充分结合现有的资源、技术和能力，全心致力于优质耐火、耐高温涂层产品的开发生产。公司成功的秘诀何在？就在于认真严谨的研究态度，对创新技术的持久开发，以及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原材料的精心挑选。Corefon 公司生产的耐火炉衬主要用于锰炭炼钢行业中，而在铝材冶炼、铸铁和大型浇筑业以及机床、水利和汽车行业中，则较多使用 Loss Foam 工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 Corefon 公司的这种工艺已被广泛运用于浇筑铝行业中，在欧洲业内首屈一指。Corefon 公司的研究成果和经验，使我们能够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，不断为客户提供优质、可靠的产品，并与客户共同探讨、研究先进的技术课题。2001年，公司通过了 ISO 9001:2001质量体系认证标准。根据工艺体系标准，必须首先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手段，对所有的进厂原材料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测，确保原材料符合验收标准。其次，根据工艺标准对耐火炉衬的生产质量进行流程管理，直至形成最终成品并交付客户手中。Corefon 公司虽然是一家经营管理部门位于都灵市、生产部门位于 Nona 镇的意大利公司，但其除了与意大利本土汽车领域中的一些优秀冶炼厂合作外，还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诸如巴西、阿根廷、墨西哥、葡萄牙、法国、土耳其、波兰和中国的国外市场用户有着紧密的联系，所以 Corefon 公司可以称得上是一家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公司。研发、创新和经验、激情、灵感、团队精神和随机应变的能力，所有这些因素构筑了我们今天的成功，也使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。